涵八日突然在微博宣布，这是我的女朋友，热爱关晓彤。另外，女方爸爸也是剧中演员，关爸曾抛出跟鹿晗合照，不少网友心碎，直接见家长吗？关晓彤九月时才刚满20岁，气质无敌的她被网友封为最美初恋。她不止外貌出众，201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艺考上以90.41的专业成绩成为状元，也是学霸一枚。她的爸爸是影视演员关少曾，祖父是北京琴书大师关学曾。关晓彤这次和鹿晗合作甜蜜暴击，爸爸关少曾也有压一脚。关少曾8月26日在微博发文，我是第一次与这么多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起合作，我看到了他们各个认真拍戏的样子，努力拼搏进取的行动，尤其是在拍摄格斗时，他们不怕苦不怕累，一遍遍拍一遍遍打，使我非常感动。他更抛出和鹿晗合照，一脸微笑，十分满意的模样。现在合照被网友搜出，不少网友崩溃，早已经见家长了，我的偶像进度也太快了。